现在开始咯。喜来人生路，喜歌斗阵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下昼顿的时间准时甲张丽斗阵来看戏。接下来，咱继续来看《紫菜记》。又连苦苦等待王世平到来，无想到最后啊，等来的竟然是讲王世平和相府招做囝婿，叫又连过继。要是一气之下，就将玉莲的大家赶出去。玉莲看到配药，一时也无法接受，感觉家己苦苦等待的希望全部拢无了。这个时阵，孙主管突然间上门来提亲，要是看孙主管有权有势，全答应了婚事。玉莲知影以后，只好逃走。后来孙主管来娶亲，见无人，那孙主管家己的手下全拍死了玉莲的爸母，各种钱家啊烧了了。得到有人看不到未来，看不到希望，全刀工自尽。好在在好，钱在好，翁阿婆救起来。两人听了有人的照顾以后，非常的同情伊。在知影有人阿死钱以后，钱夫人就决定啊收有人做妓女。有人的大家拍算入京去找王世平，替有人讨回公道。安尼刷落来故事会怎样发展落去？我唔该讲，咱赶紧来看戏。变心肝不好歹，但我对错人眼睛难转，为万情爱老世间，为万情爱老世间。心无力。
咱的家人啊，咱那月啊，伴歌啊，天啊，这就是郑元府啦。那夫人，这个就是郑元府的。哦，那就你来去。去了，因人不准进入。麻烦你通报郑元公，讲有人求见。去者也是想要见郑元公，梦想快快闪回。哼，到我看人家，快去通报，讲温州有人求见。哼，唔报。哎，麻烦你通报，就讲郑元老母往事求见。你是郑元老母，替我通报。哎。做了尾的两日歌，嫁出了白老母的事。当妹啊，你将这头上的孝带摕落来。我这是江小姐带孝的。我无想要恁的小囝看见啦，摕落来。今仔日人火葬葬到阮迄个主不可。母亲来了，母亲来了，母亲在倒位？母亲啊，母亲，母亲！Thank you.
你家父身体
言语，家务在身，难得真行。父亲呐、啊，这娘家的事，自然有我甲傅娇琪，何时又连费心嘛、啊？哦，这惊啥、啊？落梅，又连伊叫苦身体，如何来得啊？哎，父亲呐、啊，你看。你妈的人都已经来了，难道就连年纪轻轻就来不得吗？哥呀啊，真多呀啊，唔甘小姐离开，叫伊明年春天才上京。袂足够，我甲吴启莲会将老出嫁之流，莫非家中？哦，家中无出什么事，无出什么事。看伊两人信誓旦旦，家中定有变故。母亲，母亲啊，母亲啊，唔当来问我，唔当来问母亲。红梅，你伫念什么？无，无什么。快，过。不离，不离。母亲啊，真害你素车心切，请母亲是过。你在连心放下，你这连妈也老母。
关心啊。生活。
文明旅游，畅享欢乐。胡金，胡金，老爷，您过来了。是啊，姨娘，快快请小姐出来。老爷，真是遐尼欢喜嘞。提书，提书啊！哈哈哈！世界上来到有第三顺序，论因由，为上结婚是体态，却原来将晚空运将现在。千真万确，那我必同意，现在何去？干脆不婚不行，不肯你与惠阳顺情，叫一只王甲江山就就就饮去咯。我就叫了钱哦，往到高山调酒打探消息，想来这几日也应该回来了哦。爹爹啊，你真是为女儿操够了心，请受女儿我一拜。女儿，别提多累呢。女儿，女儿呀，你可别担心身体哦。啊，母亲啊，女儿一家身体病，苦了真济啦。何俊杰，心病在，心有余哟。是啦，如今呀，人讲啊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赶紧脱下束缚，化风中。努力我祝您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志浩，你回来了啊？回来了。你可有跟咱刚才交酒吗？已经到了。可有见过国爷吗？无见到。那你可有带喜讯回来吗？无。可有带喜讯进来吗？这嘛无。哼，你什么拢无？到底跟咱刚才做什么去吧？我只因关系而去关系大会。这是为何啊？老爷啊。我已经问到明明白白，我要到范爷去查问，伊讲迄个专犯姓王乃是温州人士，金科得中，上任几日就当病而死咯。哎呀，哦，那个红军老弟吧，温少刚啊！
即要叫我怎样与我女儿讲啊？这姨娘，快快请夫人出来。是。老爷，你哪里要命来命去的？哈，该去你就去吧。是。慢，姨娘，你跟小姐可在绣房里面吗？阮小姐方才变了一个人，如今你西装打扮。你去看住伊，千万不可让伊来吃。这是为甚物啊嘞？叫你去，你就去，卖电话吧。是。老爷叫我出来，是不是之后伊将就就转来了？是啊，伊回来了啊。可带来甚物好消息无？甚物好消息？伊倒回来，可是令人痛心嘛。在江西扬州就阴无不阴，患了一场大病，性命消炎，我就休去喽。哦，可可你啊！这是啊，王长官想要咩东西啊？天马马会知影清楚，老仔一定承受袂起哦。是啊，这事啊，千万唔通，让咱查某囝伊知影啊。
啊。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母亲，我靠你啊，陆琪。这罗红尘为娘真担心你的身体啊，母亲啊，女儿我一回到温州，伊甲身体病好了真济哩。这五年来，你年年回这江心寺祈福，也真难为了你啦。阿弥陀佛，哦，是佛师可曾庇佑了吗，大人？今日有郑上师同王太守前来参香，市中书房不过来请大人到厢房休息。哦，倒一个王太守啊，听讲是鬼党中央之来，去安抚心之气，该到到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纪念品。哦，我那是定型啊。哦，幸福的，幸福的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纪念品，听讲你要回温州探亲，无料今日在此相见啊！真小女在此有寡心思未了。哦，原来是纪念品客家在此啊！夫人，您请到厢房休息，我定型适当片刻。邓大人，请了，请了。纪念品，想不到你有如此如花似玉之路，看来身体有寡虚弱啊。真小女一直体弱多病啊。莫名动脉，恋爱可真昏昏。哈，已经做变故，一直不敢眼界啊。哦，恋爱之病，我看是后有所知。哪能喜事讲不灵，一灵败解了。讲的也是，真小女心性倔强。哎，年纪轻轻，哪有不嫁之理？但无，我是最爱替人做文人，今日就为你恋爱做媒。来来来，这栽龙就是新任吉安的王太守。什么？王太守，这王太守哦。
我现在要去会王太守，明日贵府讨一个喜事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定兴，定兴！哈哈哈哈！李大人，请了，请了，请了！哈哈哈哈！李大人啊，此番下官路过温州，多望李大人一路相陪伴，下官真是感恩不尽。哎，王太守，我看你凡事拜我一拜，谢我一笑。哦，这是何故？王太守，你的喜事来了。条意极不可惜，王太守，你不同意见？嘿，我不见。哎，难道老夫见之无礼？哪里哪里，这肢体之言铭记在心，嘿，我今日下是冤。什么是冤？那是要再错，你为这错谁做啊？你，王太守，事情你敢可以进行？嗯，李大人，我去了。王太守，你真是不知好歹呀！Thank you.
今日就是紫菜记的大结局了，王世平甲玉莲要怎样造访上回呢？